新唐人电视台在全台各地举办富而有德参会，邀请社会各界来了解新唐人举办全球系列大赛的内涵。日前在桃园场的参会上，出席的宾客们都被精彩的演出感动，也深深赞扬新唐人弘扬正统文化的理念。随着新唐人击鼓队的震撼开场，好戏开锣，精彩连连。现场节目安排新唐人全球系列大赛的介绍跟表演，有武术大师展示套路，还有中国舞跟汉服走秀，让与会来宾亲身体验正统的中华文化。就是这个汉服的部分我觉得还不错，还有就是这个武术啦，对对，或者这个舞蹈，就这个部分我觉得蛮特别，就是介绍中华这个文萃这个部分。小提琴演奏的音符悦耳动人，除了弘扬正统的中华文化，新唐人举办全球系列赛事，让华人艺术家能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一展长才。浓厚的艺术氛围深深打动与会人士的心。有一幅画我真的看得好喜欢，就是那一幅那个妈妈抱着小孩，我觉得就是全天下的妈妈如果跟那个妈妈一样的话，真的是到处都散发的爱心，这样这个社会上就要有这样的节目，然后感动人心，不要说到处看的都是负面的，这样真的是不好。那今天来了以后，我觉得说新唐人电台其实在很多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还有一些社会的一些奉献的话，其实是非常让人敬佩。这种参会哈，应该多办，他的那个表演节目啊，很有秩序，内容方面啊，值得很有深度。我想下次再办，我还是过来参加。新唐人全球系列大赛，弘扬正统文化艺术，纯真、纯善、纯美的内涵，让观众深受感动，产生共鸣。新唐人亚太电视蔡兆宇、廖淑美，台湾桃园报道。